妈，我在忙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没有啦，就看你吃饱了没有。现在就在准备晚餐咯。那你去忙吧，记得明天回来吃饭。师承奇案之话说罪案，现已在 MediaCorp Entertainment YouTube 播出，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机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